歌手林俊杰明星好友众多，时常在微博晒合照。他12日在微博上分享心情，内容却让网友直说人家是有老婆小孩的人。原来是他10日与好友林志颖见面，才分开不到3天就又想念了起来。虽然只是传达两人之间的友谊，却让网友无限遐想，觉得是有激情。林俊杰上传合照并且写道，前天才刚刚分开，现在就开始想念了。肉麻又深情的字句吸引了无数网友评论，开玩笑地说他太花心，还被问郑容和、怀秋和林志颖到底最爱谁。网友们提醒他，怀念的对象已经是个有妇之夫了，而且还有2个小孩，不要随便出手。而更有趣的是，稍晚林志颖也转发此条微博，并告诉林俊杰晚上要在老地方见，让网友边笑边喊太令人嫉妒了，并好奇两人会不会又晒照秀恩爱。歌手林俊杰明星好友众多，时常在微博晒合照。他12日在微博上分享心情，内容却让网友直说人家是有老婆小孩的人。原来是他10日与好友林志颖见面，才分开不到3天就又想念了起来。虽然只是传达两人之间的友谊，却让网友无限遐想，觉得是有激情。林俊杰上传合照并且写道，前天才刚刚分开，现在就开始想念了。肉麻又深情的字句吸引了无数网友评论，开玩笑地说他太花心，还被问郑容和、怀秋和林志颖到底最爱谁。网友们提醒他，怀念的对象已经是个有妇之夫了，而且还有2个小孩，不要随便出手。而更有趣的是，稍晚林志颖也转发此条微博，并告诉林俊杰晚上要在老地方见，让网友边笑边喊太令人嫉妒了，并好奇两人会不会又晒照秀恩爱。看你。